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您知道去年诈骗手法荣登前三名是哪三种诈骗手法吗？另外还有我们在基隆肇事车祸路段，到底哪些路段是肇事车祸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治安及交通，为您邀请到两位达人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瑞坤。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沈副座好，第二位是我们交通队副队长吴志全。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座好，我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内政部公布2022年前三名的诈骗手法，分别是假的网络拍卖、假的投资以及假的分期付款来解付哦。投资诈骗是近年来新型的诈骗手法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连 AI 都被诈骗集团运用来诈骗啊！你快来看看。喂 ，Hello， 你好，我们是理财调查小组，透过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来提升对市场的敏锐度。诈骗集团利用 AI 语音机器人随机拨打诈骗电话，假冒金控或投顾公司，滥发诈欺简讯，光是储值简讯费就高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刑事局更发现嫌犯为增加简讯命中率，利用 AI 语音机器人服务，随机向民众拨打语音电话，再筛选对投资有兴趣的民众传送简讯，民众上钩加入假投资群组后，再利用投资获利为诱饵，鼓励加码投资，让受骗民众损失惨重。他就是从民众回应来判断说他下一句要回他什么，那这个民众回应来判断这件事情呢，就是用 AI 来判断，是机器人来学习的气音或是笑等等，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资料库，用这个来判断说，民众这个回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刑事局表示，执行跨部会打击诈欺简讯专案后，诈骗简讯被害案件已从111年八月的1049件下降至十月仅102件，下降幅度高达90%。刑事局也将持续从源头阻诈，扫荡诈欺简讯平台。大家好，我是杨颖超。近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朋友都陷入经济困境。但越是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下，投资反而越成为诈骗集团活跃的战场。我在学校、职场、投资研究、分析领域累积了30年多的经验，一路上的 trial and error，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学到的宝贵经验。第一，真正赚钱的人都是低调的赚钱，会赚钱的生意绝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到处乱讲，对吗？所以不要受到利多消息的刺激而茫然投入。第二，注意资产配置、风险管理。高报酬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尤其号称低成本、低风险、高报酬的投资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三，慎选投资管道。投资任何标的前，务必先做足功课。没做功课，从骗子听来的投资讯息，只会让你赔钱。最后，再次强调，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带人操作股票、带人投资，也不会使用烂群组、拉客、所有的烂群组、FB 脸书的广告，全部都是假的。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一定要查证、查证、再查证。赚钱不容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把自己的辛苦钱交给别人。如果他有任何关于诈骗的问题，记得还有24小时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我是杨颖超，祝福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的人生赢家。真的，最近很夯的这个投资理财诈骗这一件事情，大家其实就是查证、查证再查证，但是还是很多人很不小心就这样被骗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就是在基隆地区那个高峰期，然后诈骗的案件有哪些呢？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哈，就是统计我们111年哈，那我们的全班诈欺的案例，还有它财损的分析。那第一名的哈，就是也是刚刚主持人有讲的，就是一般的购物诈欺哦，这里面可能有结合一些一页式广告哦，这个诈欺案件在我们本市有76件哦，是最多的。另外再来可能就是哦，我们常常有一些哦上网哦，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哦各自外泄，那有一些就是来跟你说哦，那个要解除分期设定哦，这个还是一定的那个比例哦，有53件。
哇，这么多。对，那另外就是刚刚米夏也有讲的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区块，我们的投资这个诈骗哈，算是上升最快的哈，那也有49件，但是在统计财损哦，就是真正钱包不见的这个财损这个前三名哦，第一名就是这个投资型的诈骗。我们光是哦，基隆市在111年哦，哦这边遭受到投资诈骗的8143万元。哇，这么多啊！哇，这真的是很恐怖哈。那可能还有一些黑数啦，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觉得不是不好意思说，就觉得他可能啊，反正我丢，我人已经被骗了，也拿不回来，就算了。其实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的，有机会拿回来。还是有机会。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注重的就是在打击诈欺这个部分，我们会查扣他的财产，哦，查扣他的金流。像上次我们有办一个哦灵谷塔的诈骗案，那一个我记得那一个案子里面，我们总共查扣了他将近3栋的房子。哇，那光是车子就6、7台。都是几百万以上的车子，那后来都是有经过拍卖，那到时候哦，经过法院还是会把这些钱哦，就是可能会照比例制，就是发给那个被害人，嗯，哦，还是有机会，不是说没有机会，所以大家还是要报案，记得，对，大家还是要报案，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嗯，我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财务，那第二个多的就是哦，假冒公务员。哦，假冒公务员有很多种类型，那有假冒检察官，有假冒警察，有假冒银行，哦，像连健保局都有假冒的。我，哦，像透过这种假冒的关系，我，哦，说你的哦的个资已经泄露了，那你现在个资泄露，可能你的账户或什么被拿去诈骗集团当作违法洗钱的一个账户，那现在法院可能我，哦，就开一个强制执行书来，哦，我要查扣你的财产，那。再来可能就有人唱黑脸，就有人唱白脸啊，另外有一个就跳出来要帮你解决事情的，哦，像有些说啊，我教你一招啊，可能就是等一下如果某某警察局那个警官很热心，他可以我，哦，透过他的啊，哦，检察官或是银行，那可以再透过让你的钱再搬到另外一个安全的户头里面去，那你就不用被查扣这些啊。有些老年人一听到他的财产仅剩的财产要被查扣，他会怕哦，他就可能会照着做，那甚至他在歹徒在跟他通话的过程中，他一定不让他有时间再去打电话给其他的家属哦去求救，哦，就是再去询问哦，那甚至他回拨回去的电话，也可能是歹徒已经设定好的哦一些条件值，他回拨回去还是诈骗集团这些人的电话，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像这种投资型哦，还有现在假冒。检警这个的财损哦，一直居高不下。所以在基隆这些假冒公务员的这个案件也很多。对，假冒公务员其实一直零零星星一直都有，但是现在还是以投资型的哦这种诈骗是最多的，因为现在投资型诈骗，第一个，你刚进去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常常会在哦一些 LB 哦或是一些 IG， 那。你在里面的时候常常会有看到一些一夜式的一些诈骗，他有分享说哦，他可能几年里面有高报酬啦，然后会老师会带你上山下海啦，哦，像这种你就会很有兴趣去点阅他，那点阅完之后他就开始哦跟你对谈，那他会把一些什么成功的案例他就会丢给你，那丢给你之后他就会吸引你啊，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这种报酬，那他就说指引你一条明路哦，加入我的 LINE 群组，那加入 LINE 群组之后，他就开始了哦，他不是一开始就要给你拿钱哦，他一开始就是哦，会免费的给你老师给你上课，他丢了好几个老师给你讲分析线图啊，怎样稳赚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时候要买啊，这个时候要出啦、啊，有人真的是他一整套的那个教学先丢给你，啊，丢完给你再看一看，哎，这个真的好像是真的那么一回事。那好，再来，那你没关系，你要试试看吗？我们先从10万块开始好了。哦，那10万块他就进去了。哇，他看到那个数字，哇，好像呢，10万块好像已经变成20万的呢。哇，我赚了。再来的话，他可能就说啊，这个部分哦，我们再来的话有 VIP 的，哦，这个 VIP 的可能要100万、200万这样进来。哇，那很多人就开始了。那等到有一天他想要赎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
等下拖延了，开始拖啊，这今晚吼，现在我们这个吼指标上这个，哦，这个指标上这个你放弃实在是太困太太，实在是太可惜了，哦，那可能我们这样现在就放弃不好，就一直在等下推推，一直在推，那推到最后面下狠招了，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已经被监管局盯上了。我们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要把这些钱赎出来，你要再付一笔税金，或是再付一笔什么什么钱来进来之后，你这个才可以领过最后一笔，他就可以重重的打一次。投资诈骗就差不多是这样，嗯，哦，所以有时候像这种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一定要杜绝。就刚刚听到那个副座说的那数据有点吓到，光是去年在基隆是被骗的就是8140多万，这是很高的数据哦。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爱情诈骗，我刚刚其实跟副座在私下聊的时候，基隆也是有这样的案例，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爱情诈骗到底是骗到哪里去。爱情诈骗时有所闻，这名被刑警送办的印尼籍女看护疑似被诈骗集团成员透过交友平台或通讯软体，谎称是联合国医生，每日殷勤问候，营造恋爱假象后进行诈骗，不料却从被害人变成车手，经幕后疑似奈及利亚籍嫌犯指使，不断帮忙出面收款与汇款洗钱。初步清查，从109年到111年间，多次协助犯罪集团收取赃款，被害案件达10件，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400万元。在国际上哦，奈及利亚哦，这个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从事爱情诈骗的一个犯罪集团的所在地。那因为当地国的一个诈骗刑法是119条，所以哦，简称为119爱情诈骗集团。那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我们台湾，哦，一样有10名以上一个被害人啊，那他也利用了一个外籍的一个移工来从事一个洗钱。那洗钱的方式呢，是向被害人收取款项之后，再利用我们那个 BTN 啊 ，BTN 就是我们那个 Bitcoin 的 ATM， 是一个自动交易的一个虚拟货币的系统啊，来把钱洗到这个奈及利亚去。刑事局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与外国网友来往，应提防对方以甜言蜜语哄骗，并且避免未曾见面便听从指示汇出款项，或因信任网友而提供账户协助取款，以免沦为诈欺共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爱情导师詹妮小红。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呢，怎么样避免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或是荒谬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呢，不论男女老幼，都很喜欢透过网络交友，像是 Facebook 啊、IG 啊、抖音啊，或任何 APP， 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讲话。因为呢，可能面对不认识的人，你会比较放松。但是呢，不管你想要怎么交朋友，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你就要打开你的雷达警报哦。比方说呢，你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美国 NASA 的工程师，他说他很爱你，他要寄一个名贵的礼物给你，可是要你先汇钱给他付关税，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吗？不可能。或者是说呢，你认识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因为他充满了爱心，可是呢，他现在需要一些钱，需要有物资，请你先汇钱给他，这样你要汇钱给他吗？或者是说呢，你遇到一位身世非常可怜的女孩，她就说呢，她爸爸生重病了，然后就跟你约在便利商店，需要你给她一笔钱，可是她又派她的叔叔来拿，你要相信她吗？在爱情中的迷途羔羊们，你们要知道呢，就是那个爱情的真实样貌呢，就是曾经呢，你到哪里她都顺路的人，有一天她会开始怎么样都不顺路了，那有一天呢，她不会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然后呢，叫她出门，她就可以蹲在厕所里半个小时，这才是真实的爱情样貌。而那些呢，从来没有跟你见过面，就开始叫你汇款，说送礼物给你要付关税，叫你要花钱救他爸妈，还有什么要卖肾脏付的，好像没有这种事。总之，那些要叫你先交出钱的都是骗子。如果大家遇到各种爱情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投稿给我。那如果呢，你遇到疑似诈骗问题呢，也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就算你得不到你的爱情，至少可以守住你的荷包啊。欸，真的，爱情诈骗其实刚刚聊一下，就是可能是现在诈骗当中的黑数最多的，因为你被骗了，你也不好意思讲。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了。其实，以现在的爱情诈骗，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人手一只手机，那社群软体又特别的多，
那很多人社群软体里面他的大头贴都是用这种俊男美女，那常常会借故来跟你可能就先你建立一个联系的管道，那你可能刚开始觉得说反正我也没关系，跟他聊一聊去聊一聊天，那接触之后搭上线之后，当然人家也会透过管道来收集你的可能你的看你是不是常常吃大餐，常常去旅游啦，来衡量你这个人的可能有没有钱啦，经济状况啊，也可能从侧面去了解，也有可能啦，那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我可以好好的跟你大捞一笔的时候，他就开始猛烈的给你攻击，那攻击的部分有很多啦，开始就每天跟你嘘寒问暖啦，有没有吃饱啦早上好晚上好那一般的话开始再来你觉得无害啊，开始可能你也会渐渐的说他都一直常常丢一些讯息给我，偶尔我也丢一下我现在我家人的现在在干嘛啦，现在什么什么讯息给你，那久而久之之后甚至他就开始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可能单身可能或是怎样，然后开始说你要不要，也有一些投资诈骗你要不要投资你要不要投资，那有一些觉得好像你都常常在跟他谈感情的事情你要不要来香港来玩一下我住香港那个有些就是搭上线了嘛那投其所好，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有些像在外国他说你帮我收一个包裹，常常是这种收包裹的，收包裹收包裹收包裹互惠那个包裹里面根本就不是先帮我收一下包裹常常寄过来的时候帮我先收一下包裹到时候我再汇钱给你很多都这样，那甚至我有一个周遭有一个朋友，这是真实的案例，那有一天平常他都很朴素，那有一天他就是可能就是不是说整形就是忽然间就是可能割了个变得很美了，割了对就是割了双眼皮做了个造型，那一天那几天都很有活力忽然间不常出国，有一天他说他要去港澳玩，我忽然间吓一跳，这个人从来只会赚钱不懂得去娱乐的人，那他有一天他就去，那去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就带他去游山玩水吃东西，那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想要搬来台湾，那但是我要有一笔钱，因为我香港的房子我要卖掉，可能要先缴一笔税可能增值税或是什么税的，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出这一条钱，那出完之后我回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类似跟共筑爱巢啦，或是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那我的好朋友就真的相信了，那也确实就花了一笔蛮可观的一个税那接下来之后当然就没有消息了，就没有消息了，那后续当然又发现那个账户也是人头账户警示账户的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就是心情就当到很极点了，因为他这个爱情诈骗在摧毁人真的是很恐怖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有时候这种社群软体的你不认识的不要随随便便去跟他搭上线，因为他可能会就你的兴趣去跟你聊天像我有朋友的小孩子他是常常在追星的就现在韩星还是什么在追星的，那追星他们就是韩国人，就有时候他追星那个明星刚好那天生日，他就会凑一笔钱让他去捐款你看捐款给什么什么红十字或是什么的，他就有一天他要捐款可能一笔蛮大的钱要跟他爸爸要，他就跑来他爸爸就来问我说这个那个韩国说他们那个明星生日要大家集资给他然后捐款捐款这一笔要给那个明星当做他的以他的光芒下去捐款我就看一看，结果看一看他捐款的那个账户根本就是警示账户，我说这个骗人的所以你看人小孩子也是会骗像这种网络社群软体有时候就是一个陷阱充满很多的一个地方，是真的充满很多的陷阱你不要以为只有女生会被骗，听说男生也会对不对，自全副作我有朋友被骗过了，真的是而且因为对方是已婚身份嘛然后就因为网络认识的，然后就后来就有在一起，他以为他们想要走一辈子，后来才发现哇原来对方是已婚身份我们朋友是公务员嘛那因为公务员可能比较保守一点，最后真的是
男生也是被骗财骗色，人财两失，真的。是，对，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小心，对，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反正只要谈到钱这件事，你就要特别的上心，不要把随意的把钱给付出出去，要好好的守住自己的荷包。那同样要好好守住自己的荷包，其实还有最近很夯的就是一页式广告。什么是一页式广告？我们来看看。全宇宙最珍贵的宝藏——盖亚脚丫，这个神奇的雕像看似只是一个脚丫，却有着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能量。只要按摩它的穴道，就可以触发脚丫的宇宙力量，立刻就能实现一个愿望。但其实知道这个穴道确切位置的人只有我，我是天才寻宝少女兼脚底按摩学徒胡美丽。美丽，你也大学毕业了，不要再去相信这些来路不明的鬼东西。什么怪人写的东西，莫名其妙。我想地块写的幻想文都比这个真实。爷爷，等我，我现在就要打包去古埃及找那个盖亚脚丫，多找到，哇，找到了！美丽 ，What the heck！ 傻眼，你被诈骗了。诈骗，再大的使用品牌都可能刊登。诈骗，价格明显低于市价，鬼才相信。诈骗，只有五星评价，鬼才相信。诈骗，别轻易相信七天鉴赏期，一上钩就封锁，鬼才回你。小心一夜市，让你一夜市。哎，真的，有时候你在 LINE 上面或者是脸书上面，其实你这样滑的时候，它就是点进去，它就是一页，让你从头看到完，然后你会觉得哦，好心动哦，怎么会价钱这么便宜？我们来请教傅座，在金融也常发生的。其实这种一夜式诈骗，连我之前也差一点被骗了。之前就有一阵子很喜欢露营，那明明那个露营帐篷一顶差不多要卖10000多块，结果他卖才卖2000块，那时候也是有一种冲动想要把它点进去。后来就找，其实像这种一夜式广告，你最主要你可以去翻阅，就是最主要它没有那个国内的一些服务的电话，绝对是没有。哦，它很多都是，然后这种夜市的广告其实有两种含义，一个当然是骗你要买东西，其实另外有一个就是骗个资，也有一种骗个资的，因为他你填了一大堆的那个你的刷卡的那个号码啦，信用卡号码，你的个人电话什么什么，你只要填完之后丢出去，这个人就有你的相关的一些信用卡资料，其实也有很多诈骗是从这边衍生出来。那当然，那个产品更不用讲了。你点了之后，可能寄来的那种产品是惨不忍睹了。之前我们就有一个人买一个行动充电器，结果来了两双人家穿过的臭袜子，就故意要整你啊。像这种一夜式诈骗，其实他有时候你会觉得花费不多，因为可能就几百块嘛，几千块你就花费了。随时随便一买，骗了就骗了。其实夜市诈骗很多都是，有些人说算了，几百块我负担得起，还要跑到警察局去报案，还要等一下，还要公司在那边坐了几个小时，那个哪有那个时间？其实很多夜市诈骗，他就看准你这一点，不会去报案。那其实这种夜市诈骗，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比较有一点点收敛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结合物流业者，就是送货这些业者。什么人？你要进来的时候，你那边你要给我登记清楚，是不是有相关的正常的一些厂商，来请你托运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很抱歉，你要退款。像现在有些大型的这些7-Eleven或是一些超商，他们有这种所谓的退款机制。还是有。渐渐我们在防堵这一个区块，那至少让物流业者他们不会成为帮凶。是。就是在专门在帮一夜式广告在这样在处理。其实现在政府一直在处心积虑要怎么去对抗诈欺集团，
但他们也一直在推陈出新啊。等到我们找到这个方法，他已经又换一个新的方式了。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当然不要贪小便宜，哦，还是要多比三家的。哎呀，那种来那种跟现实那种价钱差太多了，那一定是假的。是，对，真的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刚才说到网络诈骗这件事，网络诈骗哦，在网络上诈骗已经是第一名，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个资。一块来看看这个密码保护。现在大家更常使用网络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是网络上并非都是好人，因此我们都需要特别提防网络上的诈骗。为了处理网络诈欺的问题， Facebook 在全球聘雇超过35,000名员工，24小时全天候保护用户的网络安全。但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账号，例如不同网站应使用不同的密码，而且永远不要与他人分享你的密码，并且开启双重验证。若有其他人尝试登入你的账号，你就会收到通知。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当然了，现在的诈骗手法琳琅满目，其实只要抓准几个重点关键，你就可以破诈。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其实现在我们当然刚开始有什么一听二挂哦，那种类似那种口语化的东西。那现在其实政府哦，包括从中央开始到地方，我们有成立一个哦，像我们在基隆就有成立一个基隆打诈政府队。那虽然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是很笼统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除了警察局结合各局处哦，那去进行打诈。为什么都结合各局处？像我们在去年，我们就结合环保局，我们用一段的那个反诈骗的那个宣导，就是大家在丢垃圾的时候可以顺便哦，是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一些宣导的一个活动。那在去年，我们也请了一些网红，哦，像有一些哦喜欢跑步的，我们请了一个跑步的教练，哦，在一边跑一边在分享他的那个哦被诈骗的过程，所以没有一些可能会被诈骗的，因为我们要从不同的群组去开花，我们可能从运动的人啊，还有我们常常会跟现在都每个社区我们都有办一个叫做就是一个桌游哦，桌游一方面都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要预防他痴呆症，预防失智，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就会去社区陪他下棋玩一些桌游。那桌游上面的比赛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啊，这什么爱情诈骗爱条规啊，这什么一路爱条规哦，就是透过游戏的方式那接近邻里，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甚至学校哇，那学校几乎常去，每年的一开学哦，那我们一定要进驻哦，学校现在有什么，当然学校宣导除了诈骗之外，可能还有毒品的新型毒品要注意啊，你哪个地方安全啊，像有交通安全的问题啊，我像这很多的东西宣导要透过不同的，我像教育单位结合哦，环保局什么什么单位都可以来结合哦，那这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把我们的诈欺哦分散到各个哦地方去，我们就一直在开挖，我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族群可以让我们去宣导，哎呀，这个就是希望把大家的荷包能够看紧一点，是，就是好好守住自己的荷包啊，不要让自己辛苦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人家骗走。那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副座，我们的智权副座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哦，这个有人呢，因为在马路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怎么转就怎么转，结果出现了车祸意外，快看看。这个是在我们县市交界的北宁路，看我们这个挖上直接就转过去了，那后面的车因为打方向灯，后面车根本不知道它转弯，想转就转，这是我们其实蛮多老人家都会有这种行为，尤其是路上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啊，电动轮椅的这种，其实看到他们真的有时候要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他们想转就转，因为我们老人家他比较大的问题，他交通安全观念不足，他不知道这个的危险，或者他以前就是这样骑，他觉得后面的车应该看得到他，他觉得哦，我有什么事要做啊，他也不会去管这边没有红绿灯。你看我们刚刚看的影片里面，他没转头，没打方向灯，其实他还有一点跨，可能会跨双黄线，可是他这些都不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
他就没有交通安全的观念，他完全没有哦，太恐怖了，他触犯了所有。第一个，我们车祸的发生就是自己的违规，自己的不小心，还有别人的违规，别人不小心嘛，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在看，完完全全没有在看啊。其实这个，比较好发在我们其实老人家早上出来买菜有没有？他不管是骑车或者走路有没有？很多老人家红绿灯参考用的啦，就直接走。在那个传统市场，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多拖着菜篮那个欧巴桑，然后就直接马路就给他穿越过去了。然后或者是明明是红灯，奇怪，我们就觉得是红灯，他怎么也走过去了？像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透过我们媒体多方面宣导，然后我们学校的宣导，然后家庭的宣导。像我们，其中是有到各个长青的那个会所还是公餐的地方去做宣导。后来我们发现最有用的宣导其实是真罚单。罚单是最最最最有用，真的是最最有用，就是开。我记得在前几年有一个车祸是这样，有一对兄妹嘛，然后他们去那个南农公墓扛两箱，哥哥带着妹妹，76岁的哥哥带着72岁的妹妹，然后住七堵，然后下来的时候，然后就要过那个路口，南农路公墓那个路口，然后就走过去，哥哥牵着妹妹哦，用跑的，不是用牵的，是用跑的过去，红灯哦，跑过去。结果被一个92岁的老先生撞到，老先生绿灯，我想说为什么他会被撞到？哦，原来是有一台公车经过，他想要回七堵，他没有，他想要回七堵，他远远的看到公，他像这种老人家，他们这样想转，应该是有特殊的原因。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他就是因为他看到公车，他心里面只有公车。那有人是想说啊，我家里面瓦斯没关，啊，我的钥匙没拔，啊，我孙子还没接，他只想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不管不顾，心里面没有这种观念，那他就这样跑过去，结果当天两个兄妹就当天就往生了。对啊，像这种东西，那自从那件车祸之后，我们就针对老人家，不是老人家，行人过马路没有依照标志标号子，我们执法了好一阵子，就真的开单，真的开，而且我们在哪个地方开？我们在传统市场附近开，因为第一个那边违规多，第二个传统市场回去他会跟卖鱼的讲，跟卖肉的讲，跟卖菜的讲。然后那卖鱼、卖菜、卖肉了，就会跟其他的那个高官的那个顾客讲说：“哇，开一张多少钱？哇，开一张爱几丢爱杀青让他上。”其实没有，其实一张只有500了。但是你知道那个卖鱼、卖臭、卖菜、卖肉那些都摊贩都会夸张说：“哇，咱更贵一丢杀青让你。”其实伊听隔壁卖鱼讲的，啊卖鱼也是听卖肉讲的，卖肉是听讲因隔壁迄个啊来个高官迄个讲的，迄高官是讲因厝的有人开着，其实500。啊！我传到最后，我那一阵子在那附近，大家都乖很多，很乖。对，因为其实老人家最怕的是什么？钱不见了。对啊，所以就是开单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啦。对啊，但是就是说啊，希望大家我们基隆市刚刚跟主任讨论过，我们基隆市开单警察是没有收入的，不会像其他县市有些县市有奖金。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如果做到不得已的，像我们现在市长在强推行人友善嘛，对，就是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里让行人这个部分，这是罚1200到3600。听说啦，交通部在下个月3月1号要统一罚款到3600。哇，他们是预告啦，在修法，但不晓得会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没有礼让行人是3600，所以一定要拜托大家哦，在我们行人友善城市的这个部分，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礼让行人，刹车都要刹住啊。对。好，不然3600会飞走。哎，刚才说到这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引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肇事严重度指标的计算模式，这是什么样的车祸计算模式？肇事严重性指标，这是我们参考一些学术机构跟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做了一个统计，以前是件件等值嘛，跟我们投票要票票等值，你死亡车祸。跟受伤的车祸，跟只有财产损失的车祸都算一件，都算一件啊。譬如说，今年死的基隆死的发生20件死亡车祸，然后2000件受伤的车祸，8000件没有受伤的车祸啊，你算一算是10020件，啊，每一件都一样，那就没有参考价值。所以我们去把它区分严重性指标的，譬如说死亡的车祸，我们的基数把它乘以100，然后那个受伤的车，我们基数把它乘以20或者是10。然后那个我们单纯财产损失的车祸乘以1，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路口会多严重。就譬如说这个路口是发生了好500件好了，那500件基本上都是有人受伤的而已。如果都是有人受伤，表示啊这个路口就是像爱山路好了，爱山路车多，
就是打直变换车道，车是 A 掉 K 掉，嗯，这一种会比较不会有重大的伤亡，那可能我们就算一分，对，这算一分或者算几分。那像我们仁乐 I 路口，就是鬼屋前面那边，常常有人回转，那回转因为中间有那个鬼屋那边有一道墙，你知道吗？那个桥下是有道，你这样回转没有人看得到，那边的车祸都是死伤的车祸，哦，好危险、哦。所以说那个路口是我们。哎，必须亟待改善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个智慧型执法系统。像我们八堵火车站前面，八堵火车站前面很多人违规回转，那边也是会比较造成比较多死伤的部分。所以那个肇事严重性指标那边就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肇事严重性指标，我们今年在那个仁爱路口就是鬼屋前面，还有八堵火车站，在去年12月1号都有启用了一套新的我们科技执法，目的是要降低那个车祸的发生，而且。实施以来效果非常显著，光统计12月1号到现在2月多不到3个月的时间，件数已经少了5到6成以上了。这么多？对，如果是一整年统计下来，我蛮有信心可以大概可以降低大概7-8成。是哇，对，就以前我记得一天至少都10几起的车祸，对对对，一天在基隆哦，对，但是现在可以讲对路降到只剩一个，没有，我说针对那个路口，那一个路口，那一个路口，因为那个路口像我们鬼屋前面好了，鬼屋前面那边刚刚我们讲的那一堵墙，就让你在回转的时候，另外一边根本是看不到你的，是，那看不到你的时候，万一你这不是死角，这已经整个挡住了，等于把你眼睛蒙住，你看不到。那自从这个。设施弄了之后，那边一我们统计过，那天那边大概一个月本来会有10几件受伤的车祸，现在都是个位数了，都是已经少一半以上喽。八堵火车站前面也是一样，大概一个月都有在10几件那种受伤的车祸，甚至死亡的车祸，但它现在都已经变成个位数，因为就像刚刚讲了。我们台湾的驾驶人比较不会跟荷包过不去嘛，射下去之后，他受到法律说啊，这边不能转，以后都乖乖的。对对对啊，所以我们肇事严重性指标就先对针对比较容易造成死伤的路口，然后去优先的加强执法，或者甚至做我们科技性执法这个东西，来降低这边的车祸发生，让我们的我们基隆的市民要有行的安全的环境这样子。那可以请志全跟大家分享一下嘛，有哪几个路段被科技执法，就是车祸发生率比较高的地方？但我们今年新做5个路口嘛，就我们刚刚第一个讲的仁爱路口，就是鬼屋前面。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八堵火车站前面。那第三个开最多的就是中正新义路口，那是开最，它不是车祸最多，但是它开最多是中正新义路口，因为那边有个双白线，大家要上那个高速公路那边。文化中心前面那。对，文化中心前面那边，那很多人都会跨双白线嘛。他不是因为车祸多，他是因为很多人抱怨我乖乖排队。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插队？那第一个月的时候其实有上千件哦，然后现在已经降下，对对对，一个月本来有上千，现在降下来变几百件。如果我觉得大概到年底应该只剩100件以内了，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那真的是因为这个路口不是因为车祸，是因为大家一直在 complain 说为什么我是乖乖排队的人，他们可以不乖乖排队。这样子是不对。然后第四，我是中正一一路口，中正路就是长荣桂冠在桂区前面一点点。我们从那个郊区往市区，中正路要左转一一路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左转保护石像嘛，对，他左转的灯会亮，很多人不等左转灯，他就直接直直的，对对对。那也原来是因为车祸多，所以我们在那边做一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圆圆水源路口，圆圆水源路口，因为有那大车会从那个高速公路下来，有时候他们就。想说那个红绿灯很久，就不想等，所以我们在那边有做那个第一个闯红灯，第二个没有依照号志标线那个左转的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因为之前有发生过2起的那个死亡车祸，所以我们在那边装。我们去年的12月1号就是有这5套在做，而且目前执行起来效果都不错。对，所以大家要小心刚刚说的这个路段，仁一爱一路口。还有八堵火车站前面那里不要随便转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开单可能最近都有拿到的，就在文化中心前面那一个双白线不要给它跨过去。那另外还有就是中正义一还有水源入住暖暖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因为这几个都是车祸发生率的高路段，除了文化中心前面那个不算之外，那其他大家都要特别小心经过这几个路口。那来看一看哦，科技执法真的很厉害，它什么都可以录得到。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华路上一个老妇人，也是应该也是想转就转，结果造成了车祸。我们这是大概10年前的一个车祸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那边左转进去是中华所，坐那边就知道那边是单行道。是。那我们这个欧巴桑他想转就转就算了，还逆向。
是哦，当然汽车有没有那个未注意车前，我们当然是这是检察官去判断。可是像那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不能转的地方，再加上他提早跨双白线左双黄线左转，其实是我们刚刚就讲老人家可能在交通安全观念的时候比较没有，所以除了开单以外，我们现在在做另外一个宣导，就是我们去幼稚园宣导。哦，幼稚园宣导，因为回去有跟阿公阿嬷说不可以闯红灯的举手。嗯、然后举手就送东西，有跟阿公阿嬷说不可以违规的举手，嗯，好，就跟他们讲，讲完之后呢，回去跟阿公阿嬷讲，不可以违规，你不可以违规，因为我们讲他都不会听，阿公阿嬷只听孙子的话而已，对，对，阿公你不可以闯红灯，他只要想到我闯红灯会被孙子骂，他可能真的真的，我觉得这除了开单以外，我们可以想到比较好的方法了，因为你说，我们那个他的儿子女儿跟他讲，阿公阿嬷不会听的啦。啰嗦，啰嗦又啰嗦，嗯，我吃过了盐饼，吃过了饭还多，我走过了桥饼，走过路还多，就跟你讲这些。可是他孙子跟他讲的，对，对，这样做是对的，对、啊，真的。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去做那个的话，就派孙子去，对对对，跟他讲，跟他撒娇，跟他说，阿公阿嬷不要这样子啊，这样不对，这样老师会骂我，这样我就没有奖品。哎，其实会，其实我觉得教育是要从小开始做起的，然后有可以反向的跟老人家去做一些比较 OK 的宣导，我觉得这样是很 OK 的这样子。所以看到那个交通队用力的在宣导这一件事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就发生车祸。再来看看其中有一件哦，这个西定路双黄线，他们就直接这样回转，这个是这在西定路上，这件我还蛮记得的，就是我有看他们的笔录，我们这个要回转是吧，他真的是家里瓦斯没有关的，哇！你看这一件事，它是真的是瓦斯没有，而且你看运气很好，公车有停下来哦。对，如果公车没有停下来，就是碾过去哦。其实不见得每次车祸都是这么幸运的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突然想到有什么事没做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现在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不是说对你瓦斯没关，可是你如果因为瓦斯没关，你出车祸，瓦斯还是没人关啊，是，对不对？那你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更注意、更小心一点，那车祸就不会发。你看他现在躺在这边。家里瓦斯还是没人关啊，甚至还送到医院去，搞不好这样还引起火灾呢。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呐、啊，真的是你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然后去分散到你的注意。可是其实，我们车子在开在路上都是人间凶器啦，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你自己摔倒就算，如果真的我们自己撞到别人呢，造成别人的死伤。我们真的是一辈子都赔不起这样子，所以要提醒大家小心再小心哦。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啊，近年来借用家户遭宵小侵入窃取财产的状况很严重吗？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其实整体来说，窃盗案件像我这边的统计数据哈，在这三个年109年有94件这个住宅窃盗了哈、嗯，哇，这么多啊！那110年有80件。啊，111年有94件，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在8、90件这边。嗯，那是以这个件数在治安的数据上面算是不是说很大的一个数，但是因为住宅窃盗它的影响性，你看它的影响性，它是影响这一家子一辈子的阴影。嗯，他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说啊，这小偷是不是在里面，啊就会疑神疑鬼的。嗯，哦，这有时候在。这种遭你只要有遭遇过住宅窃盗的话、嗯哦、那个阴影也是一定是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好几任的局长就一直在推，那一直在推什么，他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种你自己要自我防卫，很多东西要自我防卫。因为什么，今天、哦、可能一整排的透天只有你家被偷，那就是因为你家好进去，你家已经被我锁定是最好进去最好偷的、哦、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大家多一点防范，而且现在监视器方便便宜、哦、随时便便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装个远端监视器，那远端监视器现在功能很多啊，现在只要你有人进来，那个遮罩只要一看到的话就马上可以通知啊，那你通知之后你可以马上手机就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情形啊，如果是我、哦、可能就是陌生人就可以马上打110啦、嗯哦、那甚至更高档一点的、哦、更高档一点的有些人他可以请保全、啊嗯哦、就是中心保全，那个有些他们有独特性，他们来把你全家好像防卫似的把它封锁起来、
哦，包括你的门锁，包括你的后面后阳台什么，他都会帮你做一整套的咨询，甚至把它建置好。那甚至花一点月租费，他就可以帮你搞定一切。哦，因为有些人的钱财，其实我们是不鼓励钱财放在家里面。嗯，我们其他你价值的就是去放保险箱，让银行去帮你代管。但是有些家里真的是放不下去，很多钱，对，还是有这种很多钱的哦，很多宝物的。哦，他宁愿放在家里面的，哦，还是有。那这花一点小钱，哦，去请一下保全，哦，装置保全系统。那但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就是哦，哥，我家里也没什么钱啊，就是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但是你也要，也可以提高自己的防卫。哦，像你在哦，人家里面有些和出入口，哦，换一个那个一盏那种感应式电灯，哦，我觉得这个超好用的，最有效，这个真的超好用。有时候小偷就是怕光而已啦，你走到你的巷子，走到你的走廊，忽然间有一盏灯对着他照的时候，他绝对会傻眼，他绝对会停下来，我要不要再往下一步走？多便宜啊，那个灯多便宜啊，嗯，哦，那个装一下，哦，不然的话还有一种最便宜的，哦，就是那个窗户里面只要两个打开就开始叫的那个蜂鸣声的那种，哦，那个可能特例屋一个才几百块而已，哦，那个就开始叫了。其实这个东西小东西，但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推，哦，一直在推，一直在用。那我们其实哦，各分局也有一个所谓的治安风水师。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家里面哦需要添购什么或是什么，你觉得哦我哪边的那个哦窗户要再设施要再加强一点的哦，或是哪边哦多放什么监视器的，你可以请我们的哦治安风水师。因为他有固定的一些检核表，他会去帮你看，哦，看你哪边哦不够的，我，哦，就顺便帮你看一下看风水啦，这也是在看风水的意思的，哇，是。欸，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哦。我刚刚就说整排透天，为什么不去偷别人，就偷你家？就是因为你们家好进去啊，所以大家要多留点心意，把自己家好好的整管一下，对不对？该封的门要封好，随手要记得关好门。对，要好好的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个，最近台中市警察他们居然是用人行立牌站在那边。站在入口来防止车祸发生，我不知道这样在基隆有没有发生过，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智权副座。其实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样做的啦，嗯，那就是说让你哎突然看到警察，你可能会突然减速，就像我们那个路上，现在我们基隆是做的是爆闪灯，我们基隆不是用人行立牌，因为有人抗议过，哦，晚上的时候看到那个被吓到过，吓到，所以要做这个可能效果一定是会有，可是。我觉得评价是两级的，所以我们基隆的做法是比较 peace 一点，嗯，我们就是放在易肇事入口，我们放的是爆闪灯，那我们现在以前还要去换电池，然后后来我们就改成那个 LED， 就是那个太阳能的，哦，所以不用换电池换来换去，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降低车祸的发生，让你看到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车开很快，那，嗯，我看到警察会怎样，一定踩刹车，踩刹车，那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是用爆闪灯，哦，在易肇事的路段，我们就让它，欸，因为那个爆闪灯就是蓝色跟红色嘛，那亮亮亮亮亮亮亮，它会让你远远看到，以为有警车在那边。啊，甚至我们现在不止这个，我们现在为了防止车祸，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警察会带尖灯，会带那个蓝红色的尖灯。其实它就是第一个有警示的作用，第二个有提醒的作用，然后而且它晚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会比人行立牌稍微好一点，因为人行立牌晚上可能看不到，可是它会让你看到说，哎，晚上是亮亮的，那边是有东西的，提醒你说，我们一般像那个易肇入口，要不是弯道，要不是就路口，要不是就常常哎有会有人变换车道或起步的地方，那你知道说，哎，这是一个很容易肇事的路口，你就心里面就想到啊，就算没警察那边。正常人啊，其实看到警车就是会踩刹车，所以说我们的做法，他那个做法，我是觉得比较老派一点的，讲真的，现在比较新的可能都是我们这一种，而且各县市的做，对对对对，这种爆闪灯的效果是还 OK 的，我觉得。对，那我们来带大家看最后一个车祸，我们的智权提供，不知道那有没有放爆闪灯，不过真的也是很危险呢，要大家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这又是一个我们的欧巴桑哦，那个。他要左转，居然在最右边，从最右边左转，而且他的旁边有台车，他也是不管不顾就直接左转。就刚刚我们一直在提醒，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要
老人的车祸，我们基隆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已经到17-18%了，也就是说65岁的人口占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人口，实际我们算在台湾算是一个老比较老一点，老人多比较多一点的城市，所以我们老人不管在骑车、开车或者走路，是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车。为什么？因为他们交通安全观念非常的不足。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以前的教育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以前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就觉得车也没那么多。啊、对对对，我晃的不切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他们不知道时代改变了，他以前这样转也都没事，他觉得他以前这样转就没事，他觉得人家应该看到他，他觉得，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除非他真的出过车祸，不然他真的听不懂。你跟他讲，没啦，那有可能你又没讲，啊，没啦没啦，我一定看都看得到，伊家容易也甲背呢，类似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他们脑筋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你要去改变他很难，所以我们会透过各种宣导方式，譬如说最不得已就是开罚单嘛，啊，不然就是用去各个地方宣导，教小孩子教他们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是希望说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是，然后尽量降低车祸的发生。是，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那当然，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哎，基隆的非法赌博，基隆人是不是很爱赌啊？哦、听说破案很多、欸。其实，因为基隆的赌博，其实我觉得比较严重。像在去年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是查获有43件呐、啊。那这43件里面，职业赌场有17件，那网络赌博有22件，那六合彩有5件，公共场所7件。但是这个赌博有时候像这种，我们常常在公园里面查获一些千岁团的那种，就是赌博那种老人家在那边玩，哦，可能玩那个四色牌啦，还有玩一些可能吉利吧球那一种哦之类的。但是你只要涉及到有现金哦交易的话，那就算是公共场所的赌博罪。那其实。警察说真的，这个有时候在取缔这个也很为难，我们要耗费很多的警力，但是在旁边看很久，而且要收证，要收证一阵子，而且那个收证又不好收证、嗯、啊，要抓的时候又要怕，有时候再抓进来又要怕啊，你的药有没有带哦，啊你家里的人知不知道啊，你什么还要帮他联络他家属哦，怕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慢性疾病。其实对警察来取缔这个其实不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因为检举特别多，就是这种案子，因为一直被检举，他常常太吵了。第一个太吵了，第二个常常在公园里面，他就在旁边给人家大小便，哦，造成人家环境的污染，哦，那再来可能就是周遭人家环境的居民，怎么容得下你们这些人在那边玩？那我房价一定下架了。对，对呀、啊。还有一些人家有时候上下课，孩子经过看到你那一群人、嗯、又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嗯、所以我们常常在110在接这种报案是特别多，是警察光是在接这种报案案件真的是已经够忙了，还要再去取缔这个东西，所以拜托有时候这种赌博，像这种在公共场所赌博是绝对不行的、嗯、也是犯法的哦。那我是建议啦，现在手游很多啦，就是大家手机很多，自己下载 APP， 怎么玩怎么杀都没关系，从早上杀到晚上也没关系，还可以揪团哦，这个是最好的哦。那希望说大家老人家也是要转型，哦，大家赌博也是要转型，哦，那这部分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哦。嗯，哇，我们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就分别请两位副座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要如何再更好的保护自己。我们先请志全。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基隆的老人化社会越来越多，很多违规，所以像我们为了提醒英法族，我们在长庚跟属地前面都有设置那个提醒老人家过马路要注意那个不要闯红灯啊，注意车子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我们开单都不是我们目的，就像我们现在市长在强推的行人友善一样，他知道我们现在老人是越来越老，老人化跟少子化是我们未来的趋势，所以这是我们市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拜托大家配合我们。不是为了要开大单，记得大家在行经路口、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人通过。
那我们取缔的标准是3公尺，就是一个车道，或者是3个整木纹这个宽度。那罚单是很重的，是1200到3600，1200到3600，那个可以买好几天的菜哦。除了提醒我们开车的人要注意，拜托我们自己的用路人也一样，走路的人，我知道很多用路人都在 complain， 他是阿公阿嬷过马路都没在看红绿灯啊，都没有依照标志标准，或者在过马路啊，双向的。车要注意的东西，车子的驾驶要注意，我们人也要依照标志标线跟号志去过马路，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看有没有车。一个车祸的发生并不是对错的问题，那是可能是牵涉到好几个家庭未来的哦，大家会不会因为你这件车祸变得大家都很辛苦，要照顾你这个人，或者要用很高额的赔偿去赔偿对方，都没有人愿意发生车祸。所以我们市政府的态度就是希望尽量降低车祸的发生，那这个就要希望大家培养良好的守法习惯，是友善行人要有良好的守法习惯。其实现在还是要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关诈欺的这个区块，因为现在有一种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的柬埔寨的这种诈骗机哈，那常常这个衍生下来，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有一些卖户头的卖一些户头的一些人头账户，那被诈骗。这些诈骗集团拘禁起来，那甚至前些时候有一些因为这边被拘禁的人，因为本身的疾病，然后因而在里面死亡啊，也有因为脱逃，然后从高楼里面跳下来，那当然还有一些被一些不人道的去打灭，那其实这个很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的打工这个群组。那我是希望说，你们在求职的话，尤其对于一些什么高薪免经验，也不用看学历，你只要听到这个的时候，要小心哦。那千万你们在求职的时候，找个亲戚朋友一同前去，那甚至把你要去的地点去的跟谁见的人物稍微留下资料，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这个有冲劲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群组。沦为他们的待宰羔羊但是这个一定要提醒不管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都要提醒，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年轻的下一辈，是注意一下，是要提醒大家。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带大家看到这么多，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我们下次见，拜拜。